在租借脚踏车。这是两个新。那台啊，那台做得很高，那台啊。哎，旧的。对啊，那也较旧。我家最旁边那台。狂风哦。你背包怎么背起来？当然背不起来。要拿走卡片，请取车。欢迎使用，谢谢。未来去农贸市场。哦。逆向的逆，那不守规矩啊！看对面有个不守规矩的老妇人，不守规矩的蒙面歹徒，嘿，就是有你这种人。看清楚那个人，餐刀，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是满了，啊，不要，放这里好了。放这。先放这里好了。你看，又拍照了，看到吗？靠过来一点呐。那不用。过来一点，这里有冰凉的耶，不许走。我走。不许他过来了。哎，我。慢走，慢走。都被抓了。所以，阿伯，你也在吃什么？好，不要吃。这有卖肉的。有。在哪里？从这地方走到，好，不出小区是吧？对，你就走，不出小区，到小区西梅了，哦，就到了。哦，专门卖肉的。哦，专门卖肉的。对的，就是川味，牛肉、羊肉都有，都有。哦，好。你要想买海鲜嘛，想买这，想买虾买什么嘛，就到江山农贸市场。哦。从这个路走，还有2公里，走到底就到了。哦。从那那往右一拐。哦。一直走。哦。走到底，不通了。哦。就到了。好。那边船，那边大船。啊，是的。对。
你看后来的一点一点捞不到，对吧？这个一斤啊，一啊斤建立多，拿过来买东西给吧。对对对，十五块两吧。好，我喊。他拿的这么大一堆，十五块两吗？一点点的，不能算十五块吗？可以的，谢谢。慢点，有点面给你。不要脸啊！怎么卖？3.5块啊？哦，刚刚那个3块呢？哈，哪个3块？哦，啊，那你这个呢？5块。这个1斤5块啊？嗯，这香瓜。这通通都是1斤5块。这个6块。6块哦。哎呀妈，是贵啊！因为瓜很贵的。我说那个不就是，就是我们在超市。对呀。哦，在这里面是，在这里面是，就这个西门是，就这个西门是。你这个西瓜怎么卖？好的。5斤。好吃，确实好吃。不是，别。跟我说去啊。就这个门吧，这个门，我这。你去那里雇着车子，我去看就好了。太湖。太湖边做菜啊。开始看。这里还充电的插座，没有那个，你要都我来打。没有那个气出来，我每次都听声音的，你知道吧？以后我来打。好，你打。就是每次你让一直按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不然突然那轰一声啊！最佳啊！本来我很高兴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看到那个黄黄的香瓜。我知道你有拿。老板上面明明写着牌子2.5块，我就好高兴，想说一颗2.5块，一斤啊！哦，结果呢？结果是算账的时候，好在我有先问老板，我说老板，这个是不是1斤2.5块啊？他不是不是，我说你上面不是写吗？他自己就回头看，他没讲话，然后我就把它还给他。还要2分钟，那就煮好了。荷包蛋煮好香哦，感谢老板娘告诉我们这样的炒法，好香。好了。咦，我醒来了。你是姐姐还是姐姐？
听你啊。你的脚床，你的脚床较大的，你坐较细的哦。哎，好渴哦，我要喝水。这碗较济予你啦，想要食饭去。米饭没了。啊？你？那不是？再煮两次。那不是有零售的吗？对啊。饭要煮面。欸只要加肉也很香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叫番茄啊？你要我就跟你讲，我觉得番茄跟这不一样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番茄太软太烂，跟这个没差。我下次你单独留一些草叶番茄给我看看，吃完看。最后的时候，歪了。菜都吃不了。哎，你嘛不要放伤久。那么怕人不用晾，太热了，最近。傍晚早上就吃了。可以用上网做视频，可以用纳凉。哦，肖像权！叫你赶快滚开了，那肖像权。星期天的晚上，停车场空荡荡。现在我们这台车，电脑在转档中。